哎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Phoenix 为大家带来国内让 online 三测的游戏视频。我们刚才呢，也是我回程啊看了一下，发现棉鸟呢好像还缺羽毛，貌似是够了。这回发现缺是什么睡眠袋吧？总之是缺一个比较，哎，好像拿错了，是缺一些两个睡眠袋好像是。这样呢，我们也是随便的。去发现我们队友啊，队友是把这个陷阱什么的都是给拿走了。这样其实我无所谓，因为毕竟我练级的时候我是感觉我们的装备没有队友好，毕竟他已经是31级了。装备没有队友好，控制的话可以留给我们，毕竟输出的高低还是主要看看装备。既然他拿的话，我们这局呢就是主要输出，希望不要拖队友后腿什么的。哎，另外我是又忘记了，就是忘记把是凯恩吧还是查查，总之是这个猫。下回吧，下回记得一定要想起来，把他们一定要带入战斗，毕竟猫还是能帮我们是分担不少压力。这样还是老样子，先去破尾吧。哎，这样我想一下，哎，天呐，依然是地上没有风压效果啊！这好像我还没有分中吗？哎，有个蚊子，先把蚊子清一下。这是没有办法，这个棉鸟的三连吐息还是貌似会往前。哇，这个是爆弹猫吗？貌似这是爆弹猫啊，也是第一次见，发现这个爆弹弄得跟 TNT 似的，真的是威力好像比较猛。哎，又来了，持刀中风呀！这个应该叫哇！大家看到没有？刚才我收到的图中啊，居然还可以调整这个人物的方向。这样尾羽队友也是在很专业的在打尾羽，希望能破掉。这是在打谁？我们的又是没有朝棉鸟方向，等于是做出这个防御的动作，我们说是防御动作，有人是就是捂脸的这么一个动作，还是不太明白。哇，好远好远！哎呦，爆弹！哎，依然是没有晃中，我也不太明白。之前挺好晃的，不太清楚这是一个什么原因，不过无所谓了。这样棉鸟可以破头跟尾啊，哎，怎么样了？
头我不太好像都没有破的样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嚯！哎，打歪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好吧，像我们队友拿的是太刀吗？好像是啊，那还没有开刃，他是不是这个陷阱是不太清楚？可能是会不会直接留着放大招用，或者说是干什么其他情况用？看一下吧。另外这个铁还没有破尾吧？头好像也没有破，而且又没有声音了，太奇怪了。哎，不错，破围。哇！哎，起来。这样我们来一下脑袋，看看能不能，哎，没有达到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地上好像有一个蓝色的，是，应该是雷光虫啊，这可能是雷光虫。哎，我摁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是想，天哪，好奇怪，现在感觉大家是不是感觉特别奇怪？我个人感觉都奇怪，完全是好像是静音了一样。刚才我是想，等于是，我是想直接是进行一个拔刀的，但是应该是跑动途中是没有松开 R 键，结果。貌似队友中要开刃了，打歪了。终于有声音了吗？又没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样跟他在一块儿不太清吧。哎呵呵，好奇怪，我们的喵喵，哎，喵喵，就起码把你主人救起来，不要打怪了。哎，为什么我们起来了？啊，好像队友起来，队友貌似是没有起身动作啊，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。哎，我着了。好吧。像尾巴应该是破了，脑袋也破了，可以看那个头的下边呢，它是有一个，貌似有这个嘴啊，这个嘴应该是好像直接，哇，掉了这么多羽毛。哎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嘴，嘴的下边应该是好像是有两个类似于叉，这都能睡着，你逗我呢啊？
有两个类似于叉子一样的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呢等于是算是破头一个标志。哎，另外我怎么感觉刚才是他把我们等于是给哎，这个比较有意思，刚才我是睡着了，按理来说我们的武器应该是收起来的呀，但是为什么被他睡着的时候被他啄起来，结果这个武器是又拿出来了，不太清楚啊。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收起来才对，只要是中了怪的睡眠，我们猎人武器应该是收起来的，很奇怪。哎，这样突然又有脚步声了，貌似应该没有眠鸟，哎，好像有了，起码呼翅膀的声有了。哎，有声了，不错。不太清楚是不是，哎呦，完了！哇，这不要中招吧？是刚才这个区的问题吗？可能是区有问题，区有 bug， 所以导致没有声音。哎，这能中招？好吧。哎，旁边都是睡眠器啊，我是不想移动，怕移动的时候直接被睡眠到，还是很危险的。哎，我们队友的这是什么招？队友是卡了吗？还是我卡了？这是什么情况呢？队友，还有你身上还有个陷阱呢，起码把陷阱留下吧，不要掉线啊！天哪，这样我磨刀吧。还好他的喵喵貌似还在啊！哎，不好啊！这样加血了，加血了。哇，现在应该好像是愤怒了，刚才没有注意。愤怒状态绵鸟还是比较前面有一个睡眠器皿，还是要小心一下。貌似这就是找谁去了，这也很神奇啊，队友一直在这儿，他不掉，这是掉线儿了吧，他的喵喵还在啊，起码不受风压影响，他也不掉血，挺有意思。哇，这我天哪，好惨的小猫咪啊。哎，队友掉血了，这样不会，这样我们把这个怪往还好方去了。刚才说呢，我说把这个怪往旁边引引，防止队友直接在这儿猫掉。哎，这回是掉线了，可以看你这种显示掉线图标。这样，反正现在怪不太清楚往哪换。换回之前这个没有声音这个 bug 区域了。刚才是趁他换区，我们来一个，哎，突然有没有声音了？八个踩个虫子，身上一阵红光，貌似是奥义好了。这样奥义虽然是带钢体效果，我觉得中了睡眠的话，应该是还是会睡着，被打断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还是换一换吧，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。甩尾还是不要随便用吧，又甩尾，又甩分跑。
哎，其实这个可以用啊。又没有声音了。哎，另外，我怎么感觉我飞出去方向这么奇怪呢？哎，发呆是吧？发呆当然是要放大招了。好，赶紧放招！哎，哇，貌似是会直接，我好像是放完了才睡着的，是比较有意思。哎，瘸了，不错，喜欢染个色。另外，我们队友掉线是永久掉线还是？有没有声音？感觉上 online 这个怪啊，这个转身完全是没有必要，让人看着特别的不自然。转个身就是，既然怪在逃跑嘛，我觉得是应该，怪应该算是就是尽全力，好像是以最快速度逃跑，但是他这个转身明显是放慢了他逃跑的速度，我觉得应该不应该有。哎，这样由于我们是大剑，直接让他先睡着吧，在这儿顺道挖点东西什么的。蘑菇十八蜂蜜。哎，有一下有点问题啊。精选蘑菇算了，不挖蜂蜜了。精选蜂蜜不太清楚能干什么，挖蘑菇吧。蘑菇可以，蘑菇起码可以是合药用。看一下七区，它这个红点貌似还在动啊。现在呢？现在好像不动了。哎，全是什么消化蘑菇之类的。这回应该是着了。另外，我们队友哇，你还不上线吗？你不上来的话，我们就打死了。这个打死的话，应该队友掉线是没有奖励的吧？不好，请本子，像打头吧。哎，四段，1900多，哇！哎，没有起来的动作吗？还不死？哎，怪被绵缠起来，他没有一个像什么伸懒腰之类的动作。好吧，这蚊子，我靠！哎，这是怎么？我操！哎，貌似队友又上线了，起码还好他没有猫。我这个血量好似有点，已经打了都2000多伤害了，还没有死。不好，果然这要是直接甩尾。哎，哎，这怎么没有？我不会过去了，没有效果啊！哇，这蚊子！哎，大家看，刚才我们队友也是，他都没血了。你还有个陷阱呢。后面什么声音啊？猪的声音，吓我一跳。哎，这样是等于是成功狩猎鸣鸟。他刚才也是掉线，我是还很担心呢，
还好最后一刻他说电脑重启了，不太明白是一个什么意思，不过还好。这样我们这什么东西、哦、怪物粪便，还好挖一挖吧，这个还是很重要，一天三个，现在好像还剩好像是剩十个了吧，好久没有挖了，这样正好趁现在有份随便掏一掏。另外虫子，有点虫子吧，哎，补充网腐败，哇，他可能也是掉线很久，不太明白这个评分依然是又给尾羽给一个睡眠袋，这样我应该是还差一个睡眠袋吧，还差一个睡眠袋就可以做棉袄大件了。估计棉袄大件我做它也不是为了打出棉属性啊，毕竟 online 中这个棉属性还是起码异常状态的毒属性是非常难出，拿片件都是打了半天才出第一次。我做棉袄大件主要原因是它的攻击力比较高一些，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。这样我问一下队友吧。另外呢，我们去把整理一下背包啊。他好像可能是还没有出来，可能是在这个什么 loading， 这样趁他读着，我们去把背包整理一下。他说他要交任务，应该是一个好像是悬赏任务，貌似我们也要交。哎呀，我们也交一下吧，这样还是讨伐什么，接着接这个吧。这样再叫一个人吧，应该是我们的队友人呢？小地图上没有看见啊。不太清楚，可能是刚才毕竟我在打字什么的。估计是没有人，毕竟等级可以看这个周围的人啊，都是像什么电龙，这个是什么？好像是金毛兽了，不太清楚啊。这个也是，啊、这是什么弓啊？没有见过、啊。总之感觉都是还可以看，还有很多打这个雌火龙的，都是一些满级的。像我们这种等级比较低的组队，真的是不太好组到。这样队友队友在这个区域吗？我没有看见他，貌似不在啊。他刚才也是说是去交个任务什么的，
哎，他也32级，估计是在交任务。这样，我们只能等一等了。下边的农场什么的也是好了。哎，又有人刷屏，天！我是有点不太明白，刷屏的究竟是什么心理？你可以看一个屏上都是他，是吗？你不刷的话也能看见，可能太早了，也没准儿。是这么大早上起来的，没有人啊，你，哎，打错了。错，有人来了。我还说了怎么没有组上呢？组了一个。哎，这样起码三个人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守卫随行。现在估计是来不及了，就是没有什么用，已经有点晚了。毕竟刚才我们两个人打的时候是可以带猫的，三个人打就带不了猫了。这样接着喊吧，可能希望能想起来吧。不过我估计悬，之前的有些视频好像我也是突然想起来，已经是处理完毕。都生成文件了，结果发现，哎，有些之前说要截的东西，结果没有截，可能也发生过这些类似的情况，但是我也懒得是再生成一遍了，毕竟还是非常耗时的，可能到时候我就在简介里说了吧，提醒大家是，哎，不想看那些东西，无聊的东西都跳过去。现在呢，我们依然是在，哎，现在依然是在叫人啊。有一个人是过来了，好像是一个犬游啊。这你看一下那边的小猫，还有一个倩薇。哎，来了，这样准备出任务。看一下，好的，都已经确认。这样，由于我们的有一个片儿剑啊，这样估计陷阱、闪光什么的留给片儿剑吧，毕竟它埋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其他的东西我们还是……哇，怎么又卡了？好奇怪，每次我们……感觉上每次我们直接去这个多人副本的时候啊，发现都是会卡一下，就是组队，是不太明白。我调好，这样依然是把这个肉呢先吃自己的，因为一下可以把耐力加满。等一会儿狩猎的时候，耐力掉了，再去吃它自己的。说片手很少，其实我就是很想用片手啊。片手打起来还是怎么说呢？部位破坏难一点，但是安全性我觉得跟大剑真的是有一拼。大剑唯一的优势就是可能比片手要慢一些，但是很安全。当然是 online 啊，online 这种非常让人不能理解的这么一个情况。况下还是，请问我是怎么睡着的？
哎我勒个去！哎，睡着后又是有这个持刀状态，非常不能理解。风压，我怎么觉得中的还是时机很奇怪呢？哎，不好！刚才我是全神贯注，想说把这个队友打起来，结果也是没有来得及。哇，好远的一个范围，这什么办法？哎，好吧，哎天哪，我是没想横拍之后啊，我是没想再打这个速率，但是也有问题啊，现在想想的话，这个横拍貌似横拍后好像什么都接不了啊，只能接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蓄力，还是很危险的。哎，他怎么又找了？哎，又换到九区去了，好吧。太近了，其实我觉得片手还是哎不错，可能因人而异吧，有人确实是很近啊，但是打习惯了就好，毕竟片手非常的灵活。 online 呢，由于卡到太严重了，片手给我感觉就是哎一卡一卡的，一卡一定，所以说还是有点，我是有点不太习惯。哎，这是好吧，哎，小香菇猪，对不起，这是要还好是往前喷啊，刚才是完全没有判得出来喷补方向，我直接就是蓄力了。不错，破围。可以看这个尾巴，其实我不太清楚打羽毛球的人多，我是特别喜欢打羽毛球，尾巴这毛有点像，好像来了个劈杀，结果把毛给劈烂了似的，这么一个感觉。哎，不太清楚，想想绵鸟的羽毛做羽毛球怎么了，颜六色的。哎，大家好，这个人并没有睡，这样剩下一又着了，剩下就是破头了。破头的话，说实话还是有点，还是有一点困难的，毕竟是在这攻击的前方。
这两个人你们保重啊，在这么多的毒，不是在这个睡眠器里面。这样我磨刀了。哎，这都没有打到，好奇怪。另外最近我们被打的少了，不太清楚是因为哎连击，毕竟我还是高猎人，说实话还是打连击打的非常多的，可能是因为我的一些战斗习惯嘛，可能还是更适合连击一些，还是说出现了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哇，大家看，好像这个是应该是片儿剑吧，攻击频率非常快，打这个鸣鸟的尾巴好像是在拔毛似的。这个，哎，不好意思。昂莱的睡眠器我觉得还是要改一改吧，把它起码刚才我有睡眠器的地方我绝对是没有走啊，重睡眠完全是感觉上它的有效范围比实际上看到这个范围要大，我觉得还是要改一改。哎，我刚才又是人啊，人物转，天，又转了一圈，结果不动了，真的不太明白是一个什么情况。哎，就来个甩尾，还好不是甩尾，刚才是甩尾的话，我直接推。哇，好大的风呀！哇，746，不过还是没有破头啊，这样来一个三段，这个远离了，还是要破头啊，这是打到了脖子上，好像是打脖子上了，给我看见。蹭到尾巴，哎，我想大家看了吧，我是突然，我居然会拔着掏中风压，这叫什么事？哎，有闪光的呀，没有，为什么没有人扔呢？无所谓了，反正已经是快死了，而且从六区换到七区，虽然说这个区号是只差一个，但是地图上明显是两头，这是怎么一块一下就换过去的？看一下怪力种还有35秒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是喝一口水，毕竟今天说话比较多，口干舌燥的。刚才这蘑菇是我运气不好呢，还是说它就不出什么精选蘑菇之类的？貌似对我埋陷阱了。
哎，不好！啊，队友貌似是直接要补货，幸好大剑可以是无限续，要不然的话就肯定被打死了。哎，这样我们去好像能掏粪吧，去掏粪。刚才是我听错了吗？好奇怪的声音。要补货了，你是补货了，刚才他扔了两个麻醉玉，我看的是。哎，我们的麻醉玉可以做了吗？忘了，好像之前好像主线有任务啊，是教我们做什么，应该是有一个任务让我们当时是捕获沙梨兽吧，记得不太清楚。又没有给这个东西怎么办呢？天哪，这怎么办呢？又没有给，好像是睡眠袋吧。哎呀，又给打一只，不过好在现在我们队友也是非常强烈，这样接着跟他们打吧。不过这期呢也是时间差不多了，估计这期就先到这儿了，下期我们是跟着这个队伍继续我们的狩猎，是这期希望大家能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